哦吼，有货喽！选手又快又狠又准，哎呀，哎呀，躲到石头坑，哎呦呦呦呦，呀有了，丢上来，哇，一条漂亮的红色鱼，我们本地话称之为红星斑。比东京斑便宜一点哦，也是特别昂贵。远远就看到它躲起来了，那个尾巴在这边，看，是海鳗，中个头的，哎呀，有点滑，来咬我这个不锈钢，我就不相信。哦吼！发现我过来，他就钻到那个石头下面，还往哪里跑？蟹兄，这九柄蟹是蛮凶的。这种螃蟹以前我们都不吃，但是现在海鲜不好捉呀。有个海螺躲在珊瑚坑里呢，退潮后他们就躲到坑里了。这种海螺晚上才会出来游行，白天呢大部分都是躲在那些珊瑚下。今天潮水还不错哦，从远处走过来就看到它了，躲到这个石头下，看着好像是螃蟹，看能不能把它赶出来。哎呦，是不是有暗洞啊？这石头粘着那个地底，不进。我去，是条鱼，看。哎呦，不知道什么鱼了。哦呦，巨骨鳗！我去，还好啊，被它扎到的话，那只能回家躺在床上。刚刚看到条鱼，钻到这个珊瑚下了。哎呦，还不出来！呀呀呀！这鱼太聪明了，等，抓住头部了，拉了嘴，有了，哎呦，开始缠绕，这家伙躲在那个珊瑚下。在这种退潮后，这种石头坑里，经常都有海货被搁浅的，来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条，个猪仔螺，这个是只能等待涨潮了，退潮了就出不去了。我去，呜，看，这螃蟹逮了一条什么鱼啊？哇，哎呦呦，这蓝花蟹凶哦！哇，拖上来，奇景，给他来一个特写吧。呼呼，这家伙漂亮吗？哇，你太牛了。螃蟹长得漂亮，吃的海货都是漂亮的吗？这鱼太臭了。哎呦呦呦，对，还在抱着走。哎，拖，哎，拖回坑里面去，拖，你这家伙。这鱼太臭了，这螃蟹肯定在想，我的蟹命可以没了，但是我的美餐一定要留着。赶紧走了，那鱼太臭了。还真的是虾，
刚刚就看到它那个尾巴，看，躲在这个坑里。咦，哇，这虾头顶也是有针的，扎到人的话很痛哦。找一下，它有七大姑八大姨在这里不？看一下，那边有条鱼，游过来喽。咦呀，一条金骨鳗，迎着那个水在逆流呢。这家伙是要去哪里？逮它尾巴，它估计游累了。那水一直往下流，它往上游。那鱼特别有意思，人往高处走啊，鱼也往高处流啊。给它收了，不错哦。那边发现一个亮货，这家伙应该是准备想从洞里钻出来的，下手要快，要狠，要准。哎呀，不然的话他就钻到里面去了。这龙虾都是居住在这些珊瑚礁这些坑里面的，放桶里，沿着这边再往下找。这边的海域水有点浑哦，有一只螃蟹，也不知道是活的还是领盒饭了。哎，活的，水有点浑啊，都不容易看。哎呀，跑过来了，有了，哇，大家伙！有时候水越浑越多海货抓的。黑乎乎的海茄子，这应该没成年吧，这么小的一个就嫌人家出来浪，把它藏好吧。有时候外地的朋友过来赶海，太小的海鲜他们都会抓哦。哦吼，像个刺猬球一样，看它在慢慢的移动呢。本来以为傻瓜蟹走得慢呢，海胆比它走得更慢。看你们这逃命的速度啊，我都替你们着急。今天这潮水退的还不错、哦。哇，这条鱼，看，哎，跑了。哇，龙虾有了！哇，哎呀，呼，这家伙会闪现的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过眼了，估计有个鱼筋打底了，收了，呼，发财的节奏哦，哦吼。大庭广众之下秀恩爱，看这个，看到我过来就跑了。这里还有一只还在卧沙，你这家伙，这种喷水蟹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他们擅长的技能是喷水，喷一下，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？还有一只在这里，你俩比赛喷一下水，我看一下。让我的粉丝看一下，加油，谁厉害？加油，嗯，加油，加油！真的，我被笑到了。这两个小家伙特别的萌，好像是一个螺哎，哇，好像是那个金丹螺，游游游，那个坑里。哎呦，哇，哦，好大一个，半斤应该有了。这家伙躲得挺隐秘的，嘿，找到这种螺必须要玩一下它那个头部，嘿，让它害羞一下，也不知道你是公的是母的。走了，看到没？一只兰花蟹，
哟，哇，这家伙开的疾跑吗？太灵活了，这螃蟹。这我起了点风，估计涨潮了已经。哦吼，是一对耶，中华后，应该是跟着潮水上来游玩的，抓上来给网友们展示一下这种东西，可能有很多网友他不知道哦，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普及一下。这种中华号血液是蓝色的，目前已经列入了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在海边赶海碰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能捕捉啊，要不然的话你会把牢底给坐穿。他们基本上出没都喜欢成双成对的，找一些可以抓的货吧。这家伙是变成了水煮鱼吗？哇，这个太亮！他刚刚是在睡觉吗？哎呀，嘿嘿，被搁浅在这些珊瑚里面喽。这废弃的渔网，咱们给它带上去吧，放到桶里面去。今天潮水退的还是比较干的，发现目标了，躲在这里乘凉。抓海上要抓头部，捏紧，哎，嘿嘿，乖一点，别发脾气哦。有货咯，而且还是一个亮货，看，这是一只馒头蟹，哇，在水里也是特别好看的，漂亮吧，爬上来，哇，太美了，哇，这家伙和那个南花蟹有的一比，都是颜值螃蟹啊。收了，这种海螺特别好吃的，像这种的话有半斤了，在市场上也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们赶海有时候运气好也是捡到两三个，可遇不可求哦。应该涨潮了，起了点风，水有点晃。哦吼，这家伙应该是跟着水流上来的。石头雕，这种鱼比黑雕贵好多了。哎呦，抓不到。哎，有了，哈哈，这不错，半斤多的这一条。还挺会藏的，这螃蟹。哟，它应该跑到里面去吃鱼的。来来来来，哇，这家伙还是蛮凶的哦，你别惹它哦。我之前有被咬到过，特别疼。看，有一条鱼。哟，哇，游出来了，这鱼特别好看。这拿回去养的话就美观了。
这种叫石斑鱼，蓝色斑纹的，也可以称之为那个石头鱼，价钱还是蛮不错的。哦吼！你看这家伙，他想钻那个石头缝里面去。哎呀呀呀！呜呜呜呜呜！钻还能钻，应该是潮水退下去了，他就想游到他那个坑里。出来的时候好的，回不了家了。这边发现两个小可爱的猪仔螺，下面还有海鲜，那个海茄子。退潮后，很多海鲜都被搁浅在水坑里面，它们都是在等待涨潮。哎呦呦呦！一举三得，不错。哦吼！潮水慢慢涨上来了，这些螃蟹就开始出来寻找猎物。这蜘蛛蟹还挺凶的，这玩意太丑了，不敢吃。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这会潮水已经涨上来了，咱们也要回家喽。下期赶海再见，拜拜。